の鍵住みだ。하나둘셋넷아이거보세요이거보세요잠깐만바로나와야지박수치고계신분들은뭡니까자다시하나둘셋넷가방을러매그어깨가아름다워옆모습보면서정신없이걷는데활짝피웃으니내발걸음가볍게온종일걸어다녀도즐겁기만하네길가에앉아서다같이불러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짝사랑왠지두근두근옛생각이자그녀만보면그녀만보면그다음뭐예요그이만보면왜중간엔빼뜨리세요남그녀만보면남자가그이만보면여자가아셨습니까자준비셋넷왜그런지가슴이두근거려요둘셋넷여성분들이제가여태까지아홉기째맡고계신데제일목소리들이크고이쁘십니다박수안치나요이거는정말빈소리가아닙니다꽉찬소리로말씀드려서요번여성분들이제일목소리가크고이쁩니다근데남성들은매기마다똑같아요그녀만보면어디뭐충청도에서나사시다오셨는지멋있게그녀만보면이쁘게남성만한번해볼까요시작그녀만보면 결혼안했죠이거잘해야지장가가기가쉬워요다시그녀만보면시작그녀만보면넘어가겠습니다예율동율동을가르쳐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어제길가에앉아서랑똑같아요기본동작이둘예자이거진짜잘해야돼요총각예총각들잘해야돼요자어이쪼가리어디서주셨어요아거기떨어져있었어자왜그런지처음에윙크를합니다왼쪽윙크오른쪽윙크자이쁘게꽂혀야죠마음에드는사람이있으니까윙크아주70년대방법이죠윙크윙크자시작하나둘셋넷70년대방법조차도못하시는분들이계시네요자윙크한번해보세요매력적으로한번아매력적이시네
또 다른 분들. 예, 해보세요. 어, 잘하시네. 오른쪽. 오른쪽. 윙크하는데 왜 얼굴이 다 따라 올라가시는 분들은 뭐예요? 입코 다 따라 올라가시는 분들이 계시는데 윙크가 아니라 머리 깎다가 이렇게 머리카락 묻어가지고 간지러워서니까. 자, 왼쪽 윙크, 오른쪽, 왼쪽, 오른쪽, 왼쪽, 오른쪽. 자, 이거 연습 잘 하셔야 됩니다. 왼쪽, 오른쪽, 왼쪽, 오른쪽. 자, 자,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자, 윙크를 했습니다. 윙크하고 말면 안 되죠. 꼬셔야겠죠. 하나, 둘, 셋, 넷. 자, 예, 꼬십니다. 이쁘게 꼬셔야 돼요. 우격다짐으로 잡아온다고 되질 않죠, 요즘에는. 자, 두 개 같이 시작. 몸으로 꼬셔야 되니까, 몸으로. 셋, 넷. 몸으로, 몸으로. 자, 몸으로. 자, 몸으로 다시 시작. 하나, 둘, 셋. 예. 이민홍님. 자, 세 번째. 꼬셔서 넘어왔습니다. 예, 꼬셔서 넘어왔어요. 자, 그 다음에 이제 첫 만남이 이루어졌어요. 우리 언제 만납시다. 아, 만나고 나니까 참 부끄러워요. 하나, 둘. 옛날에 많이 꼬았죠? 네, 꼬고. 꼬고 옆 사람과 어깨 이쪽 부닥치고 이쪽 부닥치시면 되겠습니다.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예, 꼬지도 못하시는 분들이 계시는데. 자, 꼬는 방법. 자, 오른손을 획, 왼손을 획 뒤집어 보세요. 예, 그리고 살짝 갖다 올려주세요. 쉽죠? 예, 이것도 안 되시는 분은 이렇게 해서 그냥 꼬십시오. 예. 자,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자, 옆 사람 다치지 않게 부닥치셔야 됩니다. 마지막. 자, 이제 다 친해졌어요. 이제 마지막에 저 이 애정 표현의 절정. 입맞춤이 있어야 되지, 입맞춤. 왜 좋아하십니까? 자, 하나, 둘, 셋, 넷. 자, 이렇게 하시면 되겠습니다. 자, 시작. 예. 잘하시네요. 처음부터 여기까지. 자, 윙크, 윙크, 꼬셔, 꼬셔. 그 다음에 어깨 부닥치고 어깨 부닥치고. 자, 시작. 처음부터 끝까지 계속 이것만 하시는 분 계세요. 누구라고 말씀 안 드렸는데 본인이 자진으로 이제 신고를 하시는 분이 계신데, 자, 노래 맞춰서 한번 해볼까요? 자, 준비. 여보세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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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직도 순서를 진행자 저 지시에 안 따르고 계속 바꾸시는 분들이 계세요. 처음부터 꼬시는 분, 뭐 처음부터 막 예, 이렇게 하시는 분들. 아직까지 몸이 안 익으셨으니까 자, 이해하고 한 번 더 해보도록 하겠는데, 자, 지금 제가 노래를 안 하셔도 아무 말씀 안 드렸습니다. 노래를 하시면서 해야 됩니다. 나중에 이 율동이 어디에 무슨 노래에 들어있는 율동인지를 몰라요. 노래를 안 하시면. 자, 준비.
이젠 거의 틀리는 분이 없이 하시네요. 노래는 여전히 작았고요. 예. 율동 점수 예? 노래하고 율동하니까 힘들어요. 아, 그래요? 그 힘들면 안 되는데. 오늘 아침에 스트레칭 나가셨죠? 예. 그럼 좀 있으면 될 겁니다. 자. 아, 정말들 다 잘하시네요. 자, 또 모시는 시간을 가져야죠. 예. 어제 그저께 어제 다섯 분 세 분 했으니까 네 분. 네 분씩. 자. 아니 딱 자기가 지명을 받으면 너무나 기분 좋게 나오셔야 됩니다. 자. 우리 박정희 각하. 예, 나오시죠. 어제 나왔어도 나오시죠. 저 진행자나 봉사자보다 너무나 율동을 이쁘게 잘하셔가지고 앞에 나오면 부끄러워. 아, 이거 부끄러우시기는요. 그 사모님도 모시고 나오세요. 아, 어제 상 받으셨지? 그래도 나오세요. 자꾸 나오면 좋습니다. 자꾸 나오면. 이 짝사랑이란 노래조차도 마음을 설레게 하는 노래인데 율동이 참 이쁘죠? 별로 안 이쁜가 본데? 예. 표정들이 너무나 좋으십니다. 다 나오셨습니까? 예. 이분이 예. 너무 아파갖고 예. 밥도 잘못 먹고 기운도 못 차렸거든요. 예. 근데 율동까지 해러 나왔으니까 박수. 자, 다시 한번 박수! 이 율동을 시작으로 더욱더 좋아지실 겁니다. 자, 차렷! 자, 오늘은 시합 안 할 거예요. 자, 절! 네. 자, 얼마나 이쁘게 하시는지. 자, 둘, 셋, 넷. 예. 네 분씩 뽑아오라 그랬는데 누가 바보가. 손어리 가시는 분이 예. 자, 노래 크게 하시면서 잠깐만요. 다들 너무 잘하셨죠? 우리 박정희님. 진행자가 이렇게 특별히 모신 분은 제가 선물을 드립니다. 자, 우리 문명신님. 앞에 나와서 봉사자 연습도 하고 상도 받고 좋죠. 예, 근데 노래가 계속 작네요. 율동하시느라고 아직도 노래 부르시기가 힘드세요? 네. 가사를 모르셔서 율동은 외우셨어요? 율동하려니까 몰라. 앞으로는 진행자가 여기다 달고 나와야 되겠어요. 제목을. 자, 다시 한번 노래 좀 힘차게 부르시면서. 자, 이 노래를 재밌게 부르는 방법이 있어요. 설레이는 마음을 달랠 길 없어. 적서랑아 이러면 재미없어요. 달랠 길 없어 짝사랑하고 있나봐요.
좀 간드러지게 짝사랑아 이런 식으로 부르셔야 됩니다. 아셨습니까? 자, 율동을 하셔도 남자 부를 땐 남자 부르시고 여자 부르실 땐 여자 부르셔야 됩니다. 자, 남자 부를 때 여자가 부르신다거나 여자 부르실 때 남자가 부르신다거나 그런 분들은 제가 아무 일 없이 넘어가야겠죠. 자, 준비. 가장 이쁘게 한번 불러보십시오. 하나, 둘, 셋, 넷. 왜 그런지 가슴이 두근거려. 남성. 그녀만 보면 여성분들 설레이는 마음을 달리. 자, 짝사랑. 둘, 셋, 넷. 짝사랑아. 옛날 짝사랑할 때 설렘을 가지시고 오늘도 어떤 행복이 우리를 기다릴지 그 행복을 기다리시면서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힘차게 부르시고 강의 듣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스마일. 장미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 즐겁다. 걱정하면 무엇에 즐겁게 노래하죠.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야, 오늘 아침이 훨씬 힘이 있네요.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生命的气息好像更加蓬勃，更加充满大家，大家是吧？ 뉴스타트는 생기 프로그램입니다. 是生命气息的程序运动啊，不是什么人参呢、山参呢、啊，不是什么十全大补啊，啊，不是靠自己来恢复你们的，也不是靠什么熊胆啊、偏方啊，啊，也不是药膳疗法，是什么疗法？ 是生命气息疗法。为了进行生命气息疗法呢，你们要建构你们的生命的基础设施。那么，为了进行生命气息疗法，你们就要了解什么是生命的气息，就像电视需要电源和电波一样。那么，一个人如果他不了解什么是生命的气息， 一个不了解生命气息的人，就像他不了解电波的电视一样。所以呢，新起点，新起点啊，明白，就是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我活着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在我机体里面，在我的细胞里面已经编写好的程序。 按这个程序运作的生命的整合体，那么这个整个程序的运作是靠生命的气息来激发的啊，靠着这个道理去生活的生活，新生活就叫新起点生活，就是我们人生的新的起点。那么，为了接受更多的生命气息，为了让。
生命的气息进入我们的细胞，让生命原有的生命程序能够正常的启动。我们要建构什么呢？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把生命所必须的必要条件具备好啊，那么建构好这样的生活就叫新起点生活。你们对新起点生活已经确信无疑了吧？那么遗传基因呢，对信息做反馈，因为遗传基因是由碱基排列所构成的文字信息，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馈，对不好的信息呢做坏的反馈，这就是遗传基因。我身上产生了疾病，说明我的遗传基因受坏的信息的影响，做出了坏的反馈，是坏的信息的影响的结果。所以我们呢，从现在开始新起点生活的每个人呢，要对好的信息，那么好的信息带来生命的气息，真善美，信爱望啊，这些好的信息呢会给我们带来充分的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已经受损害的被扭曲的生命的信息遗传基因重新得到修复啊，这样的生活就叫新起点生活。在我们的细胞里呢每一个细胞呢都是由碱基排列所构成的遗传基因，也就是文字信息组成。尤其呢在我们的免疫体系里决定我们的免疫体系的T 淋巴呢，是对大家的意念想法做非常敏感的反应。我们身体里的免疫 细胞呢叫做白血球，有红血球，有白血球，是吧？那么红血球 所做的功能呢，就是搬运氧气，给细胞提供氧气。白血球所做的功能呢，就是防卫系统。那么病菌进来了，B 형 C 형간염바이러스가들어오면간염바이러스들을죽이고암세포가생기면암세포를죽이고그래서여러분의건강을유지하려고하는그러한사명을띤세포들이바로백혈구들입니다그래서이백혈구는전체통통틀어서우리가면역체계를통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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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서우리가면역체계认识敌情，然后认准敌情以后攻击敌情。那么这种免疫变得敏感了，我们说这样的体质为过敏性体质，过敏性喘息，过敏性鼻炎，还有异位性皮肤病，这些都是由于人体的抵抗力降低所导致的疾病。抵抗力降低了，就说明你的免疫体系，构成免疫体系的白细胞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所导致，所以我们称之为抵抗力降低。那么如果白细胞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就说明白细胞里决定白细胞功能的遗传基因的功能无法正常工作，无法正常运作。结果呢，还是问题最后还是归结到遗传基因上。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大家看一看我们身体内的白血球。那么我们血液里头有白血球、红血球，是吧？那么下面一张图，我就是让大家看一看白血球的结构。啊，这就是白血球。这是血管。这是血管壁血，构成血管壁的细胞。这是血管的内部，这红色的是什么呢？血管内部当然就是红血球了，是吧？红血球的数量非常非常多这是红军，是吧？红细胞。
것들이백혈구들입니다那么你们看到的这些就是白细胞어떤백혈구白细胞是吧근데보면보니까那么백혈구들이那么白细胞呢血管안에원래있었는데啊以前在在血管壁里面아바깥에나가있어那么却跑到了血管壁外边왜나갔게为什么出去了呢啊，就是出征，出征了，去迎敌去了。为什么要迎敌呢？出征呢？因为你们看到这个病菌侵入到我们体内来了，人体里来了。你们看见这个圆球的圆球的小链子，像葡萄球一样。所以说，我们称它为葡萄球菌。长得像一串一串的葡萄是吧所以我们把它 称之为葡萄球菌这个葡萄球菌呢、啊、是敌情是吧敌人来了那么白细胞呢就要冲出血管壁然后、啊、那么你们身体里、啊、细菌侵入你们身体、啊、你们能知晓的人请举手、啊、细菌已经进入了你们能知晓的人举手不知道吗啊，如果多亏你们没有举手，有人举手的话，那你的精神肯定就要有问题了。那么你们要知道，每个细菌侵入你们身体的话，你们恐怕变成神经质，变成精神病了啊，是吧？没法正常过正常的生活。啊，从哪里，什么样的病菌进来多少，我们身体我们是不晓得的。连医生都不晓得。那么病菌的种类呢是上千上万种是吧在显微镜下我们也分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菌。但是你们听说过抗体是吧比如说我患的是乙肝那么我没有抗体怎么办呢是吧你们听说过抗体。那么抗体在我们人体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当病菌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制造出抗体来像这个小英文的 Y 字母一样的小抗体那么抗体是由谁来生产的呢就是由 B 淋巴 B 细胞 ABCD 的 B 细胞它起防卫系统它是个防卫系统起防卫的作用它产生抗体那么你们大家有人患肝硬化那么肝硬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肝硬化引起的肝炎引起的那么肝炎抽血检查的结果以后呢因为血液里头有乙肝的病毒乙肝病毒有 A 甲肝有丙肝还有丁啊 D 型肝炎是吧最令我们担忧的就是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乙肝拖久了容易发展成肝癌丙肝也是啊那么乙肝丙肝大家要提防有肝炎的人请举手那么이간염은즉간염바이러스그것이 B 형아니면 C 형바이러스가肝炎病毒引起肝炎的病毒不管你是乙肝病毒还是丙肝病毒通过人体进入肝脏以后呢아주미세한这个病菌呢是非常非常细小的生命体细小到什么程度呢那么是看不见的是不是肉眼看不到的啊细胞呢结构是很复杂的是吧有细胞核有很复杂的结构哈有有各种各样的结构是吧你们看这个细胞是吧这细胞比这是粒线体啊很复杂是吧细胞核还有这样的结构还有这样的结构啊很复杂那病毒呢却很单纯结构很单纯也没有细胞核也没有粒线体啊很单纯就是外壳里面有什么
유전자만달라아요이전기인신시유전자만달라여러분컴퓨터에바이러스가들어온你们电脑也会染上病毒是吧？这句话什么意思？바이러스를일명뭐라불러요아电脑病毒又称为什么？恶性악성코드라그러죠恶性密码악성코드라는게들어那么这种恶性的密码进入电脑以后呢，就是进了一道简短的、简短的命令、简短的命令啊，一段指令。那么这段信息进来以后呢，把电脑里原来主人输入进去的各种的正常的程序呢，让它把它们打乱，使其不能正常的运作啊，这就是电脑病毒所起的作用。那么换句话说，病毒也是一种指令，它带有一种信息，一种破坏的信息。那么我们的肝炎的病毒呢，也是带有这种恶性的信息，恶性的密码。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新起点的程序里头呢，也会有一种恶性的传言谣言是吧，来破坏这个生命的秩序。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程序啊进行的 有条不紊，但是有其中大家中有人会说开始传播不好的谣言，然后呢可以把这个打算把计划把这个整个讲义啊要打乱，那么它就是什么？那么它就是我们这里的病毒，是吧？然后它开始传播恶意的谣言。就是总是坐在这些事的那个女人呢、就戴帽子那个女人啊。她是李香九博士的过去的情人。他不是哪儿病了，而是什么？是想过去的老亲人啊，来到这儿了、然后这种谣言开始不胫而走，是吧？你看李香九讲课的时候，你看看他，眼光总是盯着那个女人。啊，这种谣言就开始传开了。那么你们从此以后就不再听我讲课了，就开始看谁了？看一眼李香九，再看一眼那个女人，那么整个讲课呢就要被打乱，整个信息就要被扭曲。那么这种坏的信息、坏的谣言，我们称之为病毒。你们的肝细胞当中病毒侵入，就是这种道理。不管是 B 型还是 C 型，它只是传递一种什么？自己所把病毒的一段信息呢输入到了肝细胞的遗传基因的信息里头，使肝细胞正常的整个正常的运作系统呢被打乱。那么下面这张图我的腰好多了轻松多了，现在运营自如了。大家通过图来加深理解这是细胞这是肝细胞。这细胞核，细胞核里边有染色体，那么染色体呢有很多的遗传基因链是吧，像线团一样。那么病毒呢不丁点儿是吧，很不起眼儿。那么它里面有毒性的信息，他把这个信息输入到肝细胞里，那么这道指令呢就传入到了肝细胞里的程序里。那么肝细胞里边呢原来有正常的程序是吧，系统在运作，但是突然来了一道
恶性的谣言，就是恶性的指令，啊，他们就开始发生混乱了。是吧？啊，从有一道和我们不同的散播谣言的命令，是吧？那么正常的运作系统就被打乱了，然后就发生混乱。这种混乱一发不可收，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癌细胞，从而导致肝癌的发生。那么由于肝炎引发的肝癌呢，为了治愈它呢，就必须得首先得把这些病毒消灭掉。所以说如果有乙肝的话，那么通过各种化验呢，验血啊，就可以找到这个恶性病毒。那么这个病毒呢，由谁来抵御他们？就是由 T 淋巴来做杀手的作用。那么因为肝炎导致肝癌的话，那么最终是什么没有正常的运作起来呢？就是没有发挥正常的功能呢？就是 T 淋巴没有正常的发挥功能。 T 淋巴没有正常发挥功能，就是因为输入到 T 淋巴里的遗传基因的功能没有正常的启动啊。那为什么没能正常的启动呢？就是因为生命的气息不够。那么所有的原理都是一致的，所有致命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万物归一，是吧？那么问题就是第几号染色体的哪儿的位置，你哪儿的哪个遗传基因的哪儿的碱基排列被打乱了，那么根据打乱的位置不同，那么病所呈现的状态就呈现出不同的病名。那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病名虽然不同，但是治病的原因都是道理是一致的。所以 T 淋巴呢， T 淋巴里的遗传基因的程序呢，运作正常的人呢就是夫妻之间通过性生活传染进来的，通过对方传染进来的乙肝病毒呢，也可以消灭掉，是吧？怎么消灭掉呢？ T 淋巴呢？ T 淋巴对 B 淋巴说说你先给我生产一些抗体。那么 B 淋巴呢，根据 T 淋巴的托付，然后生产出抗体呢，就粘附在病毒的外面啊。那么这抗体呢，就像手铐一样，把病毒先锁住，然后 T 淋巴出动挥刀斩下。这样的话，那么即便从配偶被染上了乙肝病毒，但是他并没有染上乙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可以抵抗通过性生活侵入到体内的什么乙肝病毒在这场战胜当这场与乙肝病毒的征战当中较量当中获胜。说乙肝如果你患有身上带有乙肝病毒，说明什么你的 T 淋巴未能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肝炎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呢？那么患有肝炎的人怎样才能恢复健康呢？怎么能够通过新起点运动，是吧？怎么为什么？因为把生命的气息吸进你的身体里，那么是你的 T 淋巴重新被激活，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身体里的肝炎病毒呢，就要被消灭，那么当然就能完全恢复了，是吧？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我去美国呢，이문순씨有一位姓李的护士，我遇到他
93年他被诊断为患有C 型肝炎，那么肝硬化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那么肝硬化严重的话，就会出现食道静脉瘤。什么是食道静脉瘤呢？静瘤，瘤是什么？瘤什么是瘤啊？是石榴的瘤是吧？啊，就像那个姑娘一样。那么静脉是一个。啊，那么静脉薄弱的部分呢，鼓起一个一个的小包。那么患有便秘的人呢，容易得痔疮。痔疮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什么？肛门的直肠的静脉瘤，直肠的静脉变得薄弱了。那么在大便的时候，由于压力增强，所以静脉的血液呢就被鼓起了一个包。那么如果使劲大了，这个静脉瘤就会挤破，那么就会出血。那么生在职场上是痔疮是吧？那么肝硬化严重的话，不但痔疮严重，与它相反的一个症状就是出现在食道上。食道静脉瘤呢就会 加重，那么这个静脉瘤呢通过肝，因为肝不能起正常的作用，那么通过肝的静脉呢不能充分供给到心脏，所以血液呢就被挤在哪儿啊？挤在食道的静脉里头，而且肚脐还会产生什么？肚脐静脉瘤、脐静脉瘤。那么脐静脉瘤严重的话，那么食道的静脉瘤就会挤破，就会吐血。那么因为肝硬化出现食道静脉瘤，导致静脉瘤挤破出血吐血的话，那么医生就说啊，这个人一两年没救了，一两年内就会一命呜呼。那么这位93年在美国从事护士工作的这位女士呢，李女士呢，已经食道静脉瘤破以后吐血好几次，但是她来到星期天生命运动以后呢，开始进行星期天生活。他是护士，所以呢，然后他作为志愿服务人员，为他人无私的去做服务。那每次我们在美国进行星期天讲座的时候，他都来做志愿服务。那么，终于呢，这次我去佛罗里达时隔很久重新见到了他。食道静脉瘤完全恢复了，肝硬化已经怎么样？完全被医治了。C 型肝炎也完，病毒也完全没有了，完全恢复了健康。你们去浏览我的网页，你们可以看到他的照片。真是天大的喜讯。结果呢，归根结底就是 T 淋巴通过星期天生命运动恢复正常的功能的话，我们身体里的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病毒就会被抑制，被杀死。不管是异位性皮肤病，只要 T 淋巴被增强，恢复正常功能，那么过敏性的反应，过敏的反应就不会再产生，是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有一个大家一定是有盼望的。那么举个比方，异位性皮肤炎呢，还有患有肝炎的人恢复的很慢，什么样的人恢复会很慢呢？心里头有什么心里头矛盾重重，过节很多，这样的人恢复就很慢。成天发牢骚，成天
怨天尤人아무런뭐요啊，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啊、盼望和意义，总是悲观消极。那么这样的话，尽管吃的是健康疗法，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为什么呢？因为 T 淋巴没有恢复健康。只有 T 淋巴恢复了健康，因为遗传基因是对信息做反馈的，那么好的信息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看下面一张图。那么这是 T 淋巴是吧，这是 B 淋巴、啊、是盟军之间是吧、啊、托付 B 淋巴生产一些抗体，那 B 淋巴呢生产了一些抗体，然后给他铐上了手铐。那么被铐上 手铐的病毒呢，颗粒性白血球呢就张开嘴就开始吞噬它、啊、整个结构一丝不乱、啊、过去我们不了解它，不了解这些程序是吧，不了解这些免疫的机制。那么当病毒 攻进我们身体的时候，已经有一道完美的防御系统、啊、已经 在运作着是吧。那么这道程序已经被输入到我们的细胞里了，那么癌细胞进来，那么 攻击癌细胞的所有的防御系统已经输入在我们身体里面，输入到我们细胞里面了是吧、啊、这种程序已经预先设计好了。那么这个宇宙里就肯定有一个创造这个生命程序的、程序设计者啊、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大家也是很大的收获了。靠人的力量呢，那么你们无法让我们自身的 T 淋巴增强，靠人的技术还不能，那么这不是绝望了吗？但是靠现代医学靠人的技术无法让我们的薄弱的 T 淋巴增强，但是我身体里的白细胞里面的遗传基因打开以后呢，有什么样的程序呢？有一道使其重新变强的修复程序，只要生命的气息将这个修复程序激活，就会让这个变为薄弱的 T 淋巴重新变得强大起来。那么只要我接受生命的气息，我就会有新的盼望，是不是？啊，我是有盼望的，我会重新恢复健康的啊！在这样的心态下啊，你们的病才会慢慢的好转起来啊！啊，多么令人兴奋，是吧？所以呢，我们再看看细胞。자그래서 B 세포，那么 B 细胞 ，T 세포 ，T 细胞 ，T 淋巴也叫 B 淋巴。이거는 natural killer cell 啊，就叫天然杀手细胞。啊、遇到癌细胞的话，直接攻击癌细胞，与癌细胞展开肉搏战的细胞。那么上帝已经把这些细胞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工与赋予他们功能、啊、这是突起性细胞，锤状突起性细胞，他们像没有固定的模样，那么藏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里，
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形状，那么在身体里游离的过程当中遇到像癌细胞这样的细胞呢，啊，他就跟你打招呼，啊，我们喝一杯好不好，就打招呼，要他的电话号码，就收集，对，收集这个癌细胞的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收集来的信息呢向谁报告呢，向 T 淋巴做报告，啊，这就是像探子一样啊，这个细胞就是起到侦探的作用，是 FBI 是吧，中央情报部，啊，这就是 CIA 中情局的人物，他把收集的情报呢传递给 T 细胞，把癌细胞的位置，啊，它的一些信息传，啊，这是病菌是吧，这是，颗粒性白血球，这是巨噬细胞，啊，是体积很大的巨噬细胞，就像推土机一样，像垃圾车一样，这是血小板是吧，啊，不是免疫体系，啊，当血管啊还有皮肤受伤以后，它起到修复的作用，这是红血球搬运 养分的细胞，就像大家刚才所看到的一样，当 T 淋巴球 B 淋巴产生抗体以后呢， B 淋巴生产的抗体呢把侵入体内的病毒，锁住，然后由颗粒白血球来吞噬它，那么这就是白色的，就是病球，被 锁住的病毒，那么这个白血胞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但是他专门去找什么，伸向病毒伸去触角，啊，很新奇是吧，那么科学家们打开白血球的遗传基因，啊，里面有什么，有触角一样，专门抓病毒的触角，那么这个触角呢有一个开关，当生命的气息进入白血球的时候，这个开关就被启动，那么触角就要伸出来，然后抓住病毒，然后从拽到什么，拽到，然后把嘴张开，那么这个嘴张开呢，啊，也是有一道程序开关，然后病毒被吞进来，然后还有收拢的程序，那么这个白血球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那么就大量产生杀死病毒的成分，那么程序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啊，真是出神入化，啊，他们从来没有，这些微小的东西，那么按部就班的完成这么伟大的程序，就是因为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已经给他注入了这样的程序命令，所以呢这些病毒呢在白血球里边被完全消灭掉，那么有的时候呢白血球因为病毒吃的太多了，那么与白血球一块儿怎么样，一块儿同归于尽了是吧，所以白血球的细胞呢我们称为什么，我们称之为脓是吧，我们身体有化脓，脓就是什么，就是战场的这些遗体是吧，这个脓呢你不动它的话它会自己挤破，为什么会鼓起来呢，因为脓在身体里边是不好的，所以脓呢专门找身体最脆弱的地方，然后把身体皮肤的表面
给他捅破，捅个窟窿，然后让他怎么样挤出来，只要大家用手指头轻轻一摁，黄色的脓就会挤出来。这都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精心设计的程序。啊，真是出神入化了，是吧？那么脓，身体里的脓太多了啊，巨噬细胞就要出动了，是吧？它就像垃圾车一样，把身体内战场上所有的这些遗体啊、垃圾啊都要清除掉。那么大家看这张图片，这就是自然杀手细胞，这是癌细胞。这 NK 细胞就是自然杀手细胞呢，贴附到癌细胞上。那么自然杀手细胞呢，就产生一种刺透它的，刺透癌细胞的细胞壁的物质。那么科学家把这个物质呢称作为 perforate 就像把轮胎扎破一样的，扎破的意思是吧？ perforin 就是物质。那么在自然杀手细胞里边就有一道程序生产这种 perforin 啊，然后被激活以后呢，这道程序被激活以后就生产这种 perforin， 然后把癌细胞的细胞壁给捅破，在这儿捅破，在那儿捅破啊，到处捅破以后呢，让癌细胞里的细胞液呢全都流出来，那么癌细胞就泄气了，是吧？就是这样杀死癌细胞的。那么大家，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轻妙，是吧？那么看下边的照片，这是癌细胞啊，这是 T 淋巴， T 淋巴开始包围癌细胞，什么包围呢？那么刚才有一个那个 CIA、FBI 的探子细胞是吧？把所有的情报都给了谁呀、啊？给了 T 细胞，所以他找到 T 细胞啊，找到癌细胞。然后下一个步骤呢？然后开始产生淋巴毒素。那么上帝把生命的气息传给生产淋巴毒素的遗传基因的程序里头，那么生产淋巴毒素。那么原来这样的癌细胞呢，这个形状的癌细胞呢，在淋巴毒素的攻击下完全被攻陷了，癌细胞就死掉了。再过一会儿呢，就剩一些垃圾了，渣子了。 T 淋巴呢恢复原来的形状，然后又去身体里寻找其他的敌人，最后剩一个 T 淋巴呢来看住这个癌细胞。那么这个垃圾呢谁来清扫呢？那么巨噬细胞就要来了。你学得很好啊，我握个手吧。好样的，好样的。那么巨噬细胞呢？就要把这些垃圾都给清除掉。那么巨噬细胞把这些垃圾都吃掉以后干什么呢？就会产生出把它储存起来作为杀死癌细胞的新的原料。所有的程序都是什么？都是可以什么，就是再利用啊，就像是垃圾再利用一样。所有的创造的这个妙手啊，真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是吧？在人类起先以前，人类被造以前，那么这种生命的程序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才
稍稍明白了一点遗传基因的功能、啊、这些程序，那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已经把这些生命的程序预先设计好了，那么我们相信他，尊崇他，顺从他、啊、顺从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啊、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啊、生活新起点生活运动、啊、新起点生命运动，是吧？不管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样的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呢是可以康复的，因为已经注入了修复的程序，只要我们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就行。但是这样复啊，所以啊，我落了忘讲了，再讲一个啊，那么Nature 啊，美国的自然杂志，科学杂志是吧？啊 ，Nature 杂志呢？2002年8月29日的标题就是黄玉熙教授啊，曾经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这个论文呢？后来证明是假的，是吧？啊，那么 Nature 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啊，那么封面的这个红色的呢，红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红色的就是那个间谍细胞，这个橙色的呢就是啊，这个紫色的就是T 细胞，那么这个间谍细胞呢，把收集的情报呢，向 T 淋巴做报告，啊，非常非常新奇，是吧？妙不可言。你们知道这种过程在你们身体里现在还在发生吗？啊，你们了解以后，知晓以后，这些功能在你们身上发生这些功能的话啊，我们不了解才是正常，是吧？不晓得才是正常。啊，你们对此毫无关心，也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些重要的生命的机能却悄然地在我们身体里进行着。所以科学家们说，发现了这些遗传基因以后呢，对脑进行新的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后呢，那么开始做什么样的思考呢？认为过去我们的这个意识啊，由我们的意志来控制我们的身体的功能。但是呢，啊，进入深入研究以后呢，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很多复杂更重要的功能呢，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在悄然发生了。所以科学家所以自问啊，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比率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么进行了一组调查，对大脑的活动呢进行了调查，因为这项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以科学家就得出了，当一个人有意识，脑活动正常的时候进行了研究，这是百分百的活动。那么对他进行全身麻痹以后呢，他就没有了意识，是吧？因为用刀割他的身子，他都不晓得。那么在这种完全麻醉的状态下，和完全正常活动的脑活动量相比，在完全身麻醉的状态下，那么脑活动量 减少了多少呢？只减少了5%。所以我们所意识到的领域呢，只是什么？只是冰山的一角。95%呢，和我们的意志无关，是一种潜意识的、无意识的。那么无意识不是没有意识，而是不是我的意识的，不是我的意识，我感觉不到的意识，所以说为无意识。但是95%的
意志呢在调节着我们身体内非常复杂的但非常有机的运作。这是谁的意志呢？这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意志啊，在 95% 以上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迄今为止我学到的医学知识呢，就是在这5%的领域来解决人的问题。但是新起的生命运动呢，要信靠几%呢？剩下的95%啊。你们觉得哪一侧更可靠？当然是95%、比我的意志相比、创造我的遗传基因的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意志，他的意志远远比我的意志伟大啊！这是了不起的发现。所以呢，所以我们身体里的免疫体系啊，就是这样一丝不苟一丝不乱的啊运作着。为了让这些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呢，你们就把基础设施打好，还有呢，不断的接受生命的气息，身体内有感动。那么 T 淋巴呢，最最活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T 淋巴最活跃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最活跃呢？对一般人来讲是什么情形下最活跃呢？睡觉的时候，凌晨1点，当进入熟睡的时候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啊，这是一般人的情形是吧？那么你们再想想T 淋巴最活跃的活动最积极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谁能讲讲啊？生命的气息充满的时候。那什么时候生命的气息充满了？那是什么时候啊？当然了，当大家领悟了真理啊，大家掌声响起的时候，感动，一种感动，感激感谢涌动的时候，对好的信息做反应的时候，这样的时候 T 淋巴最最活跃。在一般的情形下，休息的时候，进入完全的休息状态的时候， T 淋巴最活跃。在你们进入熟睡的时候，这个时候 T 淋巴最活跃。所以像异位性皮肤炎啊，那些由于 T 淋巴不能发挥正常功能而导致的疾病呢，对他们来说晚上不睡觉就是不想恢复的意思。那么我们这个宾馆里啊来了很多大学生，今天早上一上电梯呢，大学生们说，啊，他们嘴上泛着什么味儿？泛着酒味儿是吧？醉醺醺的。身体呢？啊，都很胖。啊，这将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成问题。他们正在做什么？得无自症的准备啊，晚上不睡觉，凌晨两点三点喝酒抽烟放纵。酒是 T 淋巴的杀手天敌，让我们的 T 淋巴啊通通死掉。过去我患哮喘性支气管炎啊，说明我是过敏性的体质，这说明我的 T 淋巴薄弱。当然受精神压力啊 ，T 淋巴也会变薄弱。但是喝酒喝的太多了，所以我的 T 淋巴呢啊就变得很脆弱。那么当然，我的身体就会出现这种喘息的症状啊，动不动就甚至发哆嗦。变得很敏感，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因为身体不舒服嘛。
有时候说我为什么这样发无名火呢？为什么这样爱发脾气呢？动不动就发脾气啊，一股无名火。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是吧？最近呢？哦，不发脾气了，腰疼也不发牢骚。啊，那到时候就会好吧？啊，好多了，的确好多了。第一天呢？哦，走动都很困难。啊，现在哦，别逞能，别逞能。啊，不能逞能。啊，好多了。啊，是不是很了不起啊？一天讲四五个小时课，身体还能这样恢复，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生命的气息，是吧？是吧？生命的气息在恢复我的元气。有些人闪耀以后一个月两个月都动弹不得。我想我再过两天可能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么啊，你们身体不舒服啊，就不舒服，然后就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那么你们就不会好。那么越痛就越要运动，做伸展运动啊，是吧？这样弯腰啊，腰很痛，但是越痛越要什么？运动，通者不痛嘛，不通则痛。为了通就要动啊。그래도이거해啊，咬牙要做。然后弯弯腰，伸伸胳膊啊，这个现在做的好多了。经常的这样的做运动，那么腰不但腰。而且你们的患部呢就容易易于恢复啊，恢复就慢。做展示运动是吧？那么你们看提利曼的一般在凌晨一两点钟活动最旺盛，所以休息很重要，是吧？大家看 body changes over a 24-hour period 24시간주기가있어요。那么人体恢复呢有24小时的周期，晚上10点入睡的话，凌晨1点，那么免疫系统的 T 淋巴呢，那么他们的活动达到顶峰，达到顶峰。那么休息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睡觉对我们来说恢复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为了睡好觉呢，晚饭一定要吃的少，吃的简单。昨天晚饭是不是 很简单呢？吃多了是吧？晚饭尽量要少吃，而且吃的要单纯。早饭呢要吃的精，吃的饱，晚饭吃的少，吃的简。星期点呢星期点的做的好的人呢，一天吃两顿饭，晚饭就给免了啊，一天就免了，晚饭就免了。早饭八点多钟吃，中午呢两三点钟吃，就中午兼晚饭。实在饿得受不了呢，简单吃一点水果，冲一下鸡。进入睡眠状态，上床的时候呢，让你的内脏五脏六腑呢处于空灵的状态，使他们能够进入
完全的休息状态，那么使 T 淋巴呢变得最最活跃，使他们进入最活跃的状态，然后攻击我们身体内的侵入者。那么最近这个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形态啊，和这些生命的法则是格格不入的，背道而驰。晚饭吃的最丰富，是吧？到了下午以后呢，日落的时候呢，身体就自动的进入了休息状态。有的青少年呢，晚上睡到下午两点，然后那个时候起床吃早饭，然后化完妆以后出去，出门以后凌晨三四点钟回家，这就是什么？这糟蹋自己，就是健康就不顾了，不要了，不要命了。这样的文化呢，却成了我们的主流文化。所以现代人的健康，包括韩国人啊，健康不成问题才怪呢。今天早上在电梯里遇到那些大学生，等到他们三十四十岁的时候，他们身体不出毛病才怪呢。糖尿在我眼睛里，他们已经是潜在的什么糖尿病癌症患者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哦，肉啊，那是奢侈品，很难见到。晚上天黑下来没地儿去，是吧？所以呢，所以休息呢对我们健康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晚上凌晨一点这个时档 T 淋巴变得最活跃呢？对生命的气息做最敏感的反应呢？为什么？为什么？谁能告诉我？因为很单纯嘛，是吧？都睡着了，烦恼也忘却了，忧愁也没有了，放下一切了，离死亡的状态最接近。但是大家的 T 淋巴活动最最旺盛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是大家在进行新起点生命运动的时候。这堂课结束以后呢，大家进行散步的时候，大家要心里有一份感动，说啊。啊，这森林真漂亮，这空气真新鲜，哇，这水真好，哇，大家不知不觉的情不自禁的哼唱小曲儿，打开手机说有没有文字信息啊，啊，家里事儿怎么样啊，啊，一边走还一边担心，脑子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么 T 淋巴就不做反应。那么你们的免疫系统，你们的遗传基因对真善美是做反应的，所以你们要把所有的念想集中到真善美上。所以呢，要经常喝水，要做深呼吸，做腹式呼吸，做深呼吸，是吧？对你们的遗传基因呢，重新激活是最重要的。只要把这个基础设施打好，然后把生命的气息吸引进来，那么剩下的问题呢，就是有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来主管的95%的事情了。你们的5%呢，就是把生命的基础设施打好，是吧？于是，那么 New Start 呢，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随时，随时要做什么呢？昨天早上我跟大家讲了，是吧？随时要做什么？自己在房屋里的时候，当死亡的意念
逼近的时候，你们要进入非常状态，采取非常措施，是吧？要赶走死亡的阴影，要不让死绝占领你们。要做生命的念想啊，绝对不能妥协，要顽强的跟他较量，啊，积极的、主动的出击，祷告、赞美、唱歌，让自己的心境时刻保持一个开朗、愉悦的心境。那么唱歌啊，祷告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心境突然开朗了许多。开始的时候可能抹不开啊，内心当中说：“哎，你看你又装假了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但是这些抹不开的心情，怎么样能战胜它呢？像弹簧一样，只要你一压它，它就不知不觉的就退下去了，欺软怕硬，是吧？大家每天早上做体操，这个体操很重要啊，做伸展运动。为什么做伸展运动呢？以后我会给大家讲。啊，我腰不舒服，但是越不舒服越做伸展运动。啊，前天呢我腰腿都抬不起来，现在能提上来了，是吧？啊。啊，这个非常重要。长时间坐飞机旅行，12小时、13小时。啊，不做伸展运动，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话，血液里就流动不畅。啊，我在亚特兰大乘飞机，啊，当时难受死了，感觉就没法动，站都站不起来。挪动一步呢？啊，需要7-8分钟。走到厕所呢？啊，这样慢慢艰难的移动步履。啊，从我的座位走到飞机，真的掉了老大面子了。因为我的座位在最前面，那么走到最后呢，就这样像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一样，一步一步挪到厕所。哎，没面子，没面子。但是得怎么的？尿完尿以后。还要做伸展运动，3小时做一次。所以这样恢复的很快，是吧？该讲的课也都能讲，该做的都能做，什么事都不耽误。好了。啊，突然丢了话题是吧？忘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啊，那么在飞机里呢，我经常做伸展运动。最近呢，韩国人呢，文化水平啊，还有生活水平呢，变得高了啊。前不久还很土的是吧，像土老帽一样。但是过去的7-8年间，急速的发展以后，变得很喜烈了，是吧？啊，变得很喜烈了，反而美国显得很土了。最近这样的事不常发生，那过去呢？啊，当我们还是土老帽的时候，人家在飞机里做什么伸展运动啊、下腰啊，美国人就不理会你。韩国人呢，就这样用异常的眼光望着你。不光一个人，那么自己看不就得了吗？还让别人一块看啊，后边看能看到我。如果我抹不开的话，意识到别人的眼光，不做伸展运动的话，那我就恢复不了了，是吧？啊，你看我是吧？啊，你看，在那嘚瑟呢。啊，那么我就等着他。然后起来以后做运动，在飞机里做运动。啊，
一二三四，站住运动。那些人开始 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那么你看我吧。啊，那么你好，打个招呼。那他就一下就被顶回去了，是吧？他的目光一下就被顶回去了。那谁更不好意思啊？他更不好意思，对吧？对，他更难堪。啊，这不是嘲笑的事情是吧？只要你稍稍的迎上去，主动迎上去，只要大家稍稍鼓起勇气来，这种抹不开的情面一下就被顶回去了，是吧？所以说大家要体会这种乐趣快感，你们的心情就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由，在这种与病魔较量的这个过程就变得更加轻省，更加有信心。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呢也要战胜你们抹不开的情面，要成为什么？像孩童一样，像孩子一样，变得天真可爱，放胆放心追求真善美，希望今天一天大家也能够恢复你们的健康。再次为我们做精彩讲演的李博士自己感谢的掌声，希望他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大家一起唱《新起点》这首歌。New start 해보세요 New start 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뉴스타트해보세요건강식을해보세요건강식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건강식을해보세요운동을해보세요운동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운동을해보세요맑은물을마시세요맑은물을마시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맑은물을마시세요별빛을그리세요햇빛을조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햇빛을조이세요절제를해보세요절제를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절제를해보세요맑은공기마시세요맑은공기마시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맑은공기마시세요휴식을취하세요휴식을취하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휴식을취하세요하나님을믿으세요하나님을믿으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하나님을믿으세요뉴스타트를해봤더니뉴스타트를해봤더니놀라운일이생긴미요뉴스타트를해봤더니뉴스타트를해봤더니예
산책 시간입니다. 올라가셔서 편한 복장, 너무 덥지도 않고 너무 춥지도 않게 편한 복장 입으시고요. 40분에 어제처럼 출발하도록 하겠고요. 점심시간 마친 후에 충분히 휴식하시고 4시 15분 오후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